原因呢，是这个意大利没升上把这个古老传统的一个含藏法，它对这个发展这个发音能力是非常有特效。它声音很奇怪，它就喊啥，怎么喊呢？就像这样的，这种声音，它那个很有效。为什么有效呢？我们科学研究啊，发现了它有效的道理，是因为它跟天然发音法有很大的不同。比方说，这个是这个人的这个发声器官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声带呢，是在这个发声器官里边，这个假声带，这个是真声带。天然的发音方法，它是把这喉气啊挤住来发高音的，所以这个喉腔里边的共鸣点就这么一点。这个发咽音的情况呢，就是把这咽部啊调节成为管的样子，就好像我们吹口哨那样做成管形，这管子放在后面。你看呢，这共鸣腔啊就加大，不但加大了，还改变了这个发音性能，像一部管乐器。所以那个管乐器是这样子啊，有管的作用，它气啊跟这个管子的粗细调节了以后，这个声带振动的部分啊就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发音的性能啊大大的改变，这个效率大大提高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你看啊，贝多尼斯他发明了，发现了这个气吹的时候，这个气流啊会产生对这个管子的旁边产生气力。这个美声唱法主张啊，就唱在气流上，这个气一通了，这个声带啊，它不是主动来靠拢发音，而是被动的被这个呼吸吸的当中靠拢发音，所以啊，它很不费力，这个喉部的肌肉很不费力，所以可以常唱不累。现在我很简单的介绍这个方法怎么练，我想办法尽量用这个声音示范给大家知道。这个八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啊，是四个无声练习。这无声练习的作用就像那个芭蕾舞的演员的这个基本功一样的，也没有声音来发展这个肌肉。第一个无声练习是张口，嘴怎么张才对呢？目的是要给下巴放松。这个方法张嘴的办法很多，像这个 Stanley 主张着把这个用力量把这个头啊往上抬动，就像这样。这个是 Stanley 这个你的声音这个损失，你看呢，他是用强迫的办法把这个头往上张，给这个头张大。我认为这边呢，用这个强力的办法还不如主动的好，所以练习呢有这个办法，一把这个人呢把靠在那个一个钢琴上头或者怎么样，不要想张嘴，就光想抬头，他自然就会长大，这样的下巴就不会参加，就一想啊张口，不管你怎么张，这口总会紧张的。这个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在张的时候，咽部要点微笑，不是光都不行，一定要微笑。方法很简单。第二个就是叫做枕摇下巴的练习。这个练习啊，这老早我们就有，但是到1967年。那这个 Horn 的老师 Vina 呢，他在他书上也讲，你看呢，著名的那个女中音呢 Horn， 他的老师 Vina 的说，这个头啊要往上张，然后舌头伸出来，把这下巴甩动，再来发音呢，这样呢最能解除喉部紧张，这个办法最好，这是他的办法。其实我们老早就有这个办法。这个办法是什么样？一个人好像啊，站在栏杆那看天，
我们晚上看天不会下巴跟上你，是吧？下巴当然是放松，是放松了再来微笑，好像这里有个苹果要咬它，然后下巴里来，舌头舌头伸出来，没往起来就放松了。那每天这样甩，开始很紧张，这脖子一定要站定，头不要站定，只要头乱摇会头晕的。那这样子一甩呢，有个正确不正确呢，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那个舌骨后面，一定要往后退。你甩的时候你就紧张了，你只要甩的时候那舌骨往后退，那就对。这个第一步的第三个无声练习啊，叫做狗喘气的练习，这声音很难听。我们以前啊，我们在那个研究所就说叫蛤蟆气，因为我们戏曲。